主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李光宏弟兄啊，给我们一些福音的信息。今天我们正是快乐的日子，就像我们弟兄说的，今天有六场福音聚会，我的结婚聚会，我有幸参加了三场，这是我的第三场，也是我生平第一次5点开始的福音结婚聚会。这个他知道大家的忙碌啊，他也要抢到弟兄们的祝福。这个家的成立，我是非常兴奋者之一。首先，我和守元幼云夫妇认识40年以上，从我们还没有结婚就认识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守元的孩子达恩呢、是从小看他长大，但是呢，虽然都认识他，又不太认识他，因为他就是木讷，他就是寡言，他就是真的是很难了解他。等到有一次我从这里到了新竹服侍，他刚好又到交大，我们在交大因为爱屋及乌，我会跟他打招呼，他也因着我是长辈会跟我打招呼，但是还是那么陌生啊。那玉文姊妹从他美国回来，当时我也回到中部这个中区，我和15会所还有很多的亲密的交通，所以在一次出外相调的时候，我就见到了玉文姊妹啊。那一次我是一位一位认识侍奉者，我一听玉文姊妹，一看她，我就知道这一位姊妹相当宝贝啊，相当特殊。我稍微了解一下，果然名门之后啊，她的父亲母亲，特别父亲是我们多年所敬仰的。哇，我一听啊，我就觉得这样的姊妹，但愿在教会中得到最好的呵护和栽培。我就很关心，但是一直都没有采取行动。我也听到好消息，但是竟然都好像没有成为有美好的结果。觉得我看相当不错啊，但是还是没有结果。今天奥秘揭晓，因为他有3次的奉献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基督徒会达到奉献的境界是很高的境界。能3次奉献，那是达到顶尖的境界。你要知道，信主啊，是从认识主开始的。认识主多有多少，相信主就有多少；相信主有多少，爱主就有多少；爱主有多少，经历主就有多少。经历到末了，对他太信托了，就把他交付终生，就把自己托给他，这叫做奉献。奉献就是我不做主了，从今以后你来做主。这个留给主来主张的人生，高品的人生。一块最好的木头留给一个顽皮小孩，马上就变成废材；一块好的木头留给朱明先生，成为价值百万。如果一块石头留给米开朗基罗，成为价值连城。因为奉献给他，在他手里可以把他雕刻成为大卫，少年的大卫。想想看，这样一块瑰宝，一块好的材料，交给造天地的神来制作，将是成就何等的荣耀。对，这是我非常注意的啊！我就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关心到玉文姊妹，请她到家里要来用饭的时候，就在那天用饭，竟然我就揭开了这个大奥秘，她就很诚实的跟我讲了，我吓一跳，怎么这么精准的时间啊？所以我恐怕是奥秘知道最早的人之一哦，啊！但是我也守秘密守得好久哦，也守得好苦，特别我跟有成就是无话不谈的。连我都不敢透露，太清楚啊！但是无论怎样，今天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这个成就，因为他一提起达恩的时候，我说这一下达到恩典了啊！因为守仁弟兄啊，是我非常信托，我们是从小我们彼此信托的，所以我最了解他了。所以这个儿子跟爸爸 like father like son 啊，这是两个啊一模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主给他的恩典是宽厚的，然后他们成为丰沛，我信主的祝福。当然这个是我感触的话，但最重要的是啊，刚刚说的他竟然奉献给主3次，不要小看我们中国人啊，对于这位神可能认识不深，那中国人对天有一种的敬畏，我们会说我们人生就要知天，就要视天啊的知识的事，就要呢顺天命啊，然后呢还要顺天命，还要侍奉天啊，至终啊最高的
不只知天是天顺天，而且还要天人合一，这些话都是对极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呢，天人合一很有道理，没有道路。主耶稣他来到地上说一句话，我就是道路。耶稣是谁？旧约的耶和华神，来成为新约的救主，名叫耶稣。耶稣的耶就是旧约的耶和华，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耶稣就是耶和华神来做救主，他是真正宇宙中的最独一的米开朗基罗，所以奉献给他安了，奉献给他，他在我们身上的制作绝对达到顶峰。为什么？就像这个圣经所说的啊，但我们有这宝贝，这一句话宝贝大家框起来，若是你还不认识宝贝，就还没有知他，还没有试他，还没有信他，还没有经历他。我自己信主50年了，原来我们都是拜拜家庭，拜完家庭啊，拢是金啊，传统的。但是我们家拜是拜，我妈妈拿起香来，却有一个奇妙的拜法，一丢压起来，一句话念念，阮家的布拉是对头摆到尾，哦，其中阁有一部分是印度远公远中进口的。我们家是非常认真礼佛的，但妈妈拿起香来一句祷告，我深刻在心里。她说：“正神，请你来用灯，啊那假的吼，你唔免来嘿。”意思就是要寻找又真又活的神，这样的心情主垂听。竟然在1963年，有一天我跟哥哥在公共汽车上，有一个人发福音单张给我们，我们心里还讥笑他太疯狂了，车上还在发单张，哪里知道那一张让我们认识了宇宙的至宝，认识了又真又活的神。那天我们一家四口去听了福音，流水弟兄传福音，我们立刻认识了宇宙中造天造地独一的真神，他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神。所以他有第二处说，神说我们要这我们要那，要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照他的样式造人。简单的说，形象是人的内在美，样式是人的外在美。人里面的内在要善啊，要光，要爱，要义啊，爱光圣义的美德都是神造在人里面的。而第三处的经节更宝贝，说到愿和平的神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位神来到哪里，哪里就带来和平。你不觉得看见达恩他就有一种和平的气氛吗？你看到玉文，你认识他，就叫哎喜欢这个孩子，因为他就那么和平，那么喜乐。他们是和平的制造者。这个家，他说神要亲自全然的圣别你们。六月，请听底下，神的救恩达恩是达到多远呢？他说点出一个大的真理，人有三部分。你不要回答我，三部分本来就是头部、胸部、尾部，不，那只有一部叫做身体。人有三部分，外面身体，中间有魂精神，里面有灵。请看这里，读下去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，无可指责。几件大事，和平的神临到我们，首先达到灵，这就是信主的奇妙。结婚的奥妙就是圣经说的二人成为一体，从今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，这叫做伴侣。伴侣的伴字中文是人只有一半啊，你要记得将来你们两个在一起才是圆的，才是一个啊。看到玉文来了，说另一半怎么不见了啊？看到答案来了，另一半怎么没有来？只有两个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单位。一样，人关系最亲的是二人成为一体，但是跟神关系最亲的是什么呢？关系最亲的是二灵成为一灵。我再说一遍，人在地上最亲就是夫妻了，他们成为一个。但是呢，神却要做我们，请听，很难懂，要做我们属灵的丈夫，
他说啊，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但是神与人要成为一灵。神的救恩先在灵里叫我们重生，然后叫魂变化，至终啊，身体要完全进入荣耀。你我的身体会有软弱生病的时候，但神的救恩达到身体啊，达到一个地步，请听底下，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，无可指责。各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主耶稣来过了，他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流血除去我们跟神的障碍，得着生命，得着重生。但是他答应还要再来，我没有时间讲，圣经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要来的兆头都已经完全显明，预言中的1817项已经达到97%了，剩下一切都在陆续应验，主耶稣还要再来，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，无可指责，灵魂身体都要得救。对亲朋好友们，今年这么美好的结婚，希望大家还看到一个奥秘，就是不与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喝彩，我们祝福，我们还要说我可以和神成为一灵。请挪第四处来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再一遍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怎么做到的？因为这位耶稣基督被称作幕后的亚当，他借着死而复活，成为赐生命的灵，再加上神造人，人里面有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人的灵来拜是灵的神，结果二灵成为一灵，就成为重生的人，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了荣耀的盼望。请读第六处，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基督在许多信主的人里面成了盼望了，但愿今天所有成为亲朋好友里面的盼望，也就是这宝贝也能到进到瓦器里面，这样最后一节你就有份了。那灵和心腹，心腹是谁？就所有信他的人团体的构成。那灵和心腹一起要说来啊，一起读，那灵和心腹说来，听见的人应该说来，口渴的人所以最后我要说，感谢主，何等圆满的故事！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圆满喜乐的结婚，但是各位不要忘了，我们还可以跟这位荣耀的神有个圆满喜乐的结局。先从二灵成为一灵，先从信主进入神的大家庭里，我们要一同得着荣耀的盼望。基督要成为宝贝，成为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。愿主祝福大家，特别愿主祝福我们亲爱的黄先生、黄太太。他们也要一同在这个荣耀的家里得到荣耀，灵魂身体得到保佑。